动园区主要设施有符合全国正式比赛标准的曲棍球运动场、棒垒球场、环形步道、志宏池及多功能运动暨管理中心等。一二期工程经历多次变更和展延，分别在2021年11月和2021年9月完工。不过完工至今却只有曲棍球场和棒垒球场委托公所代管，开放协会或是学校借用。多功能运动中心暨管理中心迟迟没有办法委外经营，形同蚊子馆。市员张兆良建议体育局调整设施，引进适合青少年的元素。好，各位乡亲，我们现在看到今天这个重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栋体育场馆啊，那盖起来将近有5年的时间了，目前就是一直委外招标不大顺利。我们桃园市啊，盖了非常多的国民健康运动中心，都委外做得非常好，有些是还没有盖的时候就已经把委外的厂商都已经找好了。那我们这一栋有点可惜，就是它规划设计是在5、6年就规划设计啊，设计里面当然有一些乒乓球、羽毛球一些怎么样的啊。那我觉得说，因为这个时代的变迁了哈，那本溪又觉得说，我找青年局来沟通，希望说往青少年这一方面哈来发展就对了。当然就是他使用者付费，怕青少年付费的问题有没有哈？那我希望说请体育局来规划他内部的设施，我们再投入一点经费，譬如说他有些攀岩，有些那个滑板啊，或者有些青少年比较能适合用的，当然里面的如果有羽球、有乒乓球，也可以试来试用。体育园区原本预定以促餐方式委外经营，但因为地理位置问题，一直没有厂商进驻，场馆设施长时间闲置，一度遭到审计处点名检讨。张兆良议员要求市政府跨局处分享场馆经营的经验，调整场馆的定位。但是这个地方因为事实上停车也非常好，小环境也非常好，但是因为说地点的话算有点偏，所以说招商一直不顺利。那我也希望从之前的郑市长到现在的张市长哈，一直都在招商。那我希望说这一次啊，因为这我们市政府的财产，它招商有招商的一个固定的一个程序。我希望说尽量把租金降低啊，甚至前几年了啊，我们用补贴的一些方式，让它能够这个广场哈能够来进驻，不然花了好几个亿，结果就闲置在这边啊，民众就觉得说想来使用也没办法来使用。那我希望说积极的啊，里面的部分我们现在赶快来啊广。演绎一下怎么样的设施能够让青少年，尤其我希望说往青少年这边来导，让青少年能够啊来这边来运动。尽管运动中心闲置，但棒垒球场假日的使用率却相当高，环境和设施维护都获得好评，但却因为运动中心没有启用，使用者连上厕所都很困难。张兆良议员指出，球场外围缺乏厕所等服务设施和适合儿童的游戏设施，让惜家带眷的家庭很难在这里同乐。场地做得非常好，那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地方啊，就是后面的部分里面啊，那个它比较没有厕所。那我也争取了请体育局来规划，就在我们后侧的地方啊，没有哈啊，来做一些厕所啊，把厕所把它做好来，就是男女方便来使用的时候。那另外呢，因为这边假日蛮多小朋友来哈，我也请说我们的那个公务局的景观科哈，包括跟我们的农青盟的一个团体，就是儿童这个公园的这个看看怎么样，共融式的公园的一个器具，在我们的后方树下这后方这边能够做一些啊类似啊小沙坑啊、小溜滑梯啊，或说一些比较共融式的一些，让小朋友啊大概是在12岁以下可以来这边，当爸爸妈妈可能有在那边运动啊，或者在那边散步的时候，有个儿童的一个游戏区。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持续的希望说能够体育局能够尽量的来投入这个设施啊，让这个地方能够多元化来使用。除了体育园区的设施需要根据使用者需求进行调整，另一座位在龙潭区陆军司令部前方的绿山林公园，则是面临设施使用者定位的问题。绿山林公园在2023年12月启用以来，也成为热门景点。园区内的山训特色游戏场使用建议是适合13岁以上的青少年，不过实际使用者却是2岁到12岁之间的儿童为主，年纪偏低的使用者臂力不足，险象环生。那这绿山林公园前面呢，它有设置到13岁以上啊，才能到这公园来游戏就对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设施，有几个设施，等一下大家看一下。像这个设施啊，它的高度大概有2米多，
然后呢，小朋友从那边下来，我就看过好几次，小朋友从那边铁杆这样下来，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力道，那个力道不够，然后呢，就直接从上面这样咚一声就掉下来，所以这边一定要有家长啊在这边抱着他或等着他哈、啊，所以说这地方算是设计上哈、啊，应该是12岁以上13岁才能玩的，可是来了这个绿山林场地的人哈、啊，都是2岁到10岁左右，爸爸妈妈带着来。啊，假日的时候带来这边，所以这个规划设计啊，没有哈、啊，可能要加强在旁边要加强宣导说，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啊、一定要有家长的陪同，不然的话小朋友很容易受伤。张兆良要求市政府加强告示，并提醒家长注意子女的动态，以免发生危险。另外，绿山林公园在夏天缺乏遮荫和 U-bike 站点的问题也需要进行改善，让使用者可以骑单车串联龙潭的其他景点。那当然，这地方因为这个杉树的部分它遮荫效果比较差，那目前我也请景观课哈、啊，针对遮阳的部分，尤其是夏天了、啊、哈，遮阳的部分看能不能有一些怎么样的设计，有共融式的，让它有这个遮阳的一个效果。啊，包括这周遭这两侧哈，啊，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来呼吁看，跟俊茂的讨论要设置那 U bike 哈，那骑脚踏车啊，骑脚踏车的场站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往下骑可以到龙潭市区，啊，往上骑可以到石门水库哈，让它有一个啊转环点，带动我们这地方的休闲啊观光啊，所以这地方的公园是非常好的，就是说使用的规范上哈、啊，要特别再加强，那再增加一些遮阳。U bike 啊，甚至于右侧的地方停车的管理，再把它加强，可以说欢迎大家来龙潭绿山林运动公园。陆军司令部前方这片绿地，基地面积约4.3公顷，90棵南洋杉是最大的特色。完工以来，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热门景点。以杉训为特色的游戏场，也符合国军的意向。张兆良议员要求市政府兼顾使用者的需求，加强使用警语，让不同年龄层的使用者都能安全使用，达到运动健身和休闲的目的。